块，刚刚这一块就是有壳，对不对？这个鹅壳如果不清的话，有一些年纪大的会吞到喉咙或者咬到牙齿，这会流血。所以我们尽量在后端，在店家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洗鹅啊，再挑一遍，然后冲水三遍，让这个鹅啊尽量更干净一些。